那个男人回来了。我希望我的队友打出平常都达不到的水准。感谢小气鬼的大火箭，谢谢。我要谱写一段传奇的神话，那就是中年男人上国服第一啊，不太可能上王者。怎么说，过来帮我打一波，必须帮我们现在这阵容一下。 OK， 现你要注意，马上来。螳螂没有打过零场，胜率 80%， 打十盘之后胜率 80%， 直冲王者。我觉得我觉得给我的队友，就是打完之后如果赢了，我给他们一人发一点点券。哈哈哈，一人哇，可以啊，兄弟啊，红火拿了吗？划了呀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看死个伤，没没事。我刚才说那个可以啊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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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说，我知道，我不是说这个红火拿的可以啊，没事问题不大。你好，你终极认真就行。没事，我螳螂很有韧性，直接杀死人的。我螳螂很有韧性，没事，不会愧对你这个。OK， 南下双杀。我不，你只要能够发育得起来就行了。OK， 来搞事了。听说你很迟，凶得一终极螳螂，终极螳螂，终极螳螂。OK。来吗？防我野怪，胆子大。他有闪，我不太敢靠近他。控他。这波经验。OK， 刺刀，防我野怪。他不知道我有多凶。哥不错，上来搞了个一血，相当到位。下路中没技能。OK， 我暂时帮不了，我现在很垮。好的，好。可以。哇，这个机器人猛啊！拉到了。可以，对得起这个红，对得起这个红。很舒服。我感觉到有价值的力量。这死哥打吸血鬼到了等级起来就不好打了，但是他能刷钱就行。OK， 哎，我这里怎么说？哎呀，我叫了个闪，还可以。别过，胆子大。打他一个闪。你死了吗？对，刚才队友在打字要有位的时候疯狂要不回他一下，感觉他没法好好打游戏了，给包抄了。我们可以很强往我这边跑，给不到。
回来。牛头来了。那我们就拆他们下塔。OK。他们直播直接两个塔拼没了。哇，我们这个上路压了一倍的刀，可以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看，他也许被我反了，反完了，反他一两组野怪，超舒服。不要逃避，我得补下等级。哇，你等起来跟男枪一样，这怎么做到的呀？有思路，有套路。这个太猛了，这个一级红还没了。先凭一手思路。OK， 很肥。男枪，我前期是打不过他的。感觉要死了，感觉了。感谢最棒游侠的飞机，可以炸死一个，不亏，舒服。这十个很棒。我们下路上路小心了，上路小心了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这里，哦，可以，很强。单枪下去了，好，他死了，啊，他不敢来，我现在很肥。对，我看了一下，你等级很高。现在这男枪打不过我了，还要把他平常打路人局的螳螂的打法要换一换了，他的打法对待我不太好用。是的，我的到位。他们下路好像没了，男枪在杀德莱文，我们就杀德莱文。必须得养，我现在强的一死，前速抠死，可以强的一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哇，这条龙是火龙就很舒服的呀。没事，那什么龙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们节奏很好。哇，我感觉我们的队友打得好认真啊。对，就全都很认真。对，对面也很认真。对，激情一手勾可以。这激情玩得很不错，一直在说话。回他也不是，不回他也不是。没事，给予他鼓励和肯定。对，很热情。感觉我要被龙锤死。不会吧？不会，开玩笑。没事。很舒服，1800块，无改。强的一。
我来帮上路搞一下，我上路还不错，我们中路打得可以，中路打得不错。一般是我野怪，是我野怪，直接闪现跑了，他不跑他就死了呀，他不跑他就死了呀。一是我野怪，菠萝躲掉怎么说？菠萝躲掉问你怎么说？这个走位。好猛的机器人啊！哇，我没看他高空过，很强。嗯，他在跟你交流是吧？哎，被终结了。弓箭机，550。哎，牛死了，牛。哎，牛想闪现跑，很强，很强。缓速，OK， 好，扛下了，没事，好，很好。哎，我这闪现是不是失误了？怎么感觉没？还行。哎，问题不大。这波塔皮。OK。OK， 这1300，无敌。什么鬼？哦，带的是那个。这样，这把好像没失误。嗯，已经锁定胜局了。这盘你终极无敌开瑞。小开小 C 小 C。终极并不是很C。不要我们吸的同时还把我们下路带吸了，你那个龙很重要。龙很重要。主要我们中路可以，对，中路很强，这辅助也可以，电机很棒。带一手峡谷，这剑姬要一打三的呀！哇，昂德一，OK， 来撤个蓝，好，带着峡谷搞波中。这个红有没有想法？有，可以搞，他们打不过，我们十个有大招，随意。嗯？啊？没有，打掉了。搞他一波中，搞他一波中。中路一塔拿掉。把中塔拿了。对，拿了。嗯，好。拉 ，nice， 强的一。我操！海克斯闪现，完美。而且他勾的只要准，就真的准。啊，他们这波高地难保。我们还有先锋，感觉一波了，对面应该不怎么想玩了，已经没了的。对，我们现在没有战斗力了，已经没了的，没有任何角度能赢，主要他们这边。感觉我们掉线一个，他们都赢不了。看看一波他们守不守，这下有峡谷，应该不守了吧，看一下看一下，一直南下，还想反哇还想反抗的呀，反抗没事没事没事，来就操作他们，可以搞，他们反抗，他们并不想，他们并不想坚持，要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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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还是很坚韧的，
对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。对，火龙吃掉。我操，刚才这个男枪在我们家偷红，你敢信？贼娃子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真的就挂机不玩了，就等推了。哇，在偷红是最恐怖的，很续血，都很想冲分，现在很续血，想赢的意。对，OK， 回家算了，我不回了。来，一个不同的浪了浪了浪了，小膨胀小膨胀，但问题不大，有膨胀的资本。缓速撤撤撤撤，缓速，收收收收收，牛头血，这个牛头胆子是真的大，哦，没了，给，你炸死了，死这个大，可以，白速，还可以再搞一把，还可以再去一波。本枪，这个有没有兴趣？这个没有了，来来来，拆了拆了。先，我们 ，OK， 拆了 ，nice， 发血的一，怎么说？看加多少分？看加多少很重要，对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我感觉应该蛮多的。哎呀，我那个号太垮了，赢一把就加十几分，对，太垮了，打得很受罪。哎呀，这个要求不高，加二十分就行了，好吧？二十七，哇，这个就太舒服了呀！